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感谢关注大伟。看这琳琅满目的瓷器，这藏友收藏20余年，然后现在呢，有一些东西要处理，我过来看看，有什么能收的。一会儿咱们看看都有什么啊？我看了看，老活率很高啊。经过了2个小时的这个磋商啊，我们取得了极大的进展。那么就是这些东西已经谈妥了，然后结完账，然后咱们一会儿就拉回去，具体看是什么吧。朋友们，咱们到家了啊，已经身心疲惫了啊，又跑腾一天，还是这张桌子啊，每天都有新收获。今天呢，又收了这些东西，都是什么？咱们慢慢看。这是一个清中期的豆青，然后地儿青花的人物啊，画的是哪个人物啊？大家可以啊留言。两个狮子耳啊，狮子耳这摇链啊，这也有摇链，这个应该当时是烧的有点大火啊，狮子耳。然后这儿有一个跟冲线似的，有可能也是窑里带的。然后就是口，这儿稍微有一点啊要崩的这意思，但是呢，哎，没有掉。咱们看看底，非常开门，清中期的东西啊。然后这个小罐青花喜字罐啊，非常不错，刚发朋友圈，这也是清中晚期的吧，刚发朋友圈就已经被藏友啊直接给收了。然后这个乾隆左右的灵芝牌，18厘米全品，有一小丢丢的这个蚂蚁咬啊，这都不算毛病。灵芝牌，古人认为灵芝是延年益寿啊，身体健康的这么一个吉祥的寓意。清中期豆青加白啊，青花的五福捧寿，这是蝙蝠，这是一个团寿啊，就是口沿儿。这儿有一个飞冲啊，背面也有，看看啊，这种不是成化款就是乾隆款，来成化年制，这也是，这冲是一条冲啊，等于是两个飞一条冲，22.5，东西还是非常的开门，然后价格也合理，3位数啊。然后这个也是刚发朋友圈，好多人问，已经出了啊，民国时期的一个瓷片啊，浅绛彩。芭蕉美女，然后镶了这么一个小墨瓶，文房用。这个罐啊，这是一个明代，当时买的时候啊，以为是清代啊，实际上这应该也有接胎痕。明代的这个釉里红宝相花的这么一个小莲子罐，就是品相不怎么好啊，满身冲，但是完整，开门，年份好，传世，题材少，难烧，画得好，哎呦，所以这个东西还是非常不错的，一把抓。有人抬杠啊，说宝相花清代才有，胡说啊，宝相花，从隋唐就已经很盛行了，这是佛教里面的。然后这个大周罐啊，一看晚清彩，细路刮棱超级大，口径达19啊，口上有点这种小小的小皮儿，这都是使用痕迹。我们拿过来，这面呢粉彩的蝶恋花，非常细，大蝴蝶。就是炸底，大清同治年制本朝款，就是炸底，别的没什么毛病啊，这都有描金，耳朵都在，而且呢这边画的更丰富，荷花和和美美，蝙蝠红福齐天，梅花自强不息，傲骨冰梅，这边寿桃多福多寿啊，非常棒的一个寓意，满身画片，没有别的毛病啊，这也不漏水，看里头也看不出什么，就外边这么一个冲线，炸底啊，炸底，开门了。
然后这个应该是道光左右的青花细露的海水江崖，这么一个算是标本了。为什么说标本呢？因为瑕疵有点多，你看边缘啊，但是它特别大啊，将近19厘米左右。然后后边蝙蝠画的也特别细，四个蝙蝠四季来福啊，蕉叶纹非常开门，这也是啊三位数。然后这个香炉啊，雍正乾隆时期，咱们一看保守就是乾隆左右啊，缠枝菊的这种咱们这儿有啊，这小盖缸也是，然后这个苹果小水鱼啊，这也是，这个不缺肉，但就是品相啊稍微的差了些。然后这儿还有个冲，但是价格也很美丽啊，咱们就收来了，都是三位数。然后呢就是这几块木头，这是一个木盒啊，我看是有年份老，但是什么木啊，这个纹理咱就不懂了，有懂的老铁呢给大伟留言，然后请教一下大家。看这个铜活都已经非常的老啊，然后先说这个吧，这也是一个木盒，这是黄花梨的吗？啊，画的是四季来福啊，福寿啊，也是福寿，蝙蝠寿字啊，画的非常好，刻的后边呢这儿有点小裂，还有个眼儿啊，就这么一个情况，这一看就是老的啊，开门老的东西，我不懂我也能看出新老来。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咱们藏友说是鱼啊，没错，这个木头说是黄花梨的啊，我不懂，大家可以看看这是不是黄花梨的木头，说是个鱼，我也看出是条鱼了，但是我看出了藏友没看出来的，我认为这像条龙，你看眼睛下颚上唇脑门啊，所以这不就是一个鱼化龙吗？这块木头非常非常棒啊，所以大伟没犹豫就给收了。这就是今天大伟去咱们藏友家啊的这些收获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好，那关注大伟，点赞转发评论关注，然后下个视频更精彩。还是那句话，咱们以瓷会友，天长地久，玩老瓷器的别错过啊，都是开门老的东西。好，拜拜。